哎，下班。Hello， 这怎么不搭理我呢 ？Hello， 哎，我，哎呀，我不认识我了。怎么了？下班了。嗯。哎，那个我一直搁这等你来的。我想跟你说两句话，就是啊，你说，就是我俩楼上楼下这么住好长时间了，能有挺半个月了，嗯，我想问你叫什么名啊？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。我不想告诉你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啊，你叫啥呀？我想问一问你叫啥？我不告诉你。因为啊，因为那天吧，嗯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开始追求你了，嗯，啊，今天应该是第一天。然后我咋知道你叫啥呀？如果不知道你叫啥，我就追你不好吧？你看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，你就想追我？明白了，我这个人吧，嗯，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有点毛病，就是我死皮不要脸，没有脸啊，嗯。我就想问你一下了，就是，啊，离有点近了，师傅，啊，我想问一下你叫啥，就行。你猜猜呗。我猜。嗯。我猜你应该叫我的女朋友。是不，我要回家了。别走，嗯，我没说完呢。嗯，啊，我今天想告诉你，就是我等了一下午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想知道你的芳名，啊，你不用说大名，一个外号都行，就是朋友们管你叫啥。嗯，我们先从朋友开始行吗？那你就叫你就叫笑笑吧。笑笑。嗯，人如其名，你这个名跟我看到你的感觉一样，开心笑笑。嗯，谢谢。那我能回家了吗？啊，回家吧。啊，哎，啊，你别动，啊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嗯，你咋的了这？这咋？哎，啊，看错了，痦子美人痣，我以为吃东西没擦净呢。嗯，啊，那你今天在家做饭吗？不做呀。不做饭了。啊。今天又是没有口福的一天呗。嗯，啊。是这意思不？嗯，那等我哪天做再说吧。行吧，那我先回家了。行，先回家了。拜拜。哎，笑笑，你记住，今天是我追你的第一天。好。拜拜。